一定会有 Excel 啦，应该理论上都是啦。OK，好、哦，普遍性这么高，然后通用性这么高，所以我觉得这工具说真的啦，它应该也没得挑剔啦。虽然它有些地方还不是那么完善，你说老师他跑得很慢没效率，啊，我们又不是要比赛，我跑那么快干嘛？再怎么慢呢、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比你人工作业快太多了。你说怎么会慢？按下去，再三合一下，怎么会慢呢？对不对？哦，除非你处理的资料太庞大了。还有一点，除非说你的资料量哦会超过 Ctrl 向下。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到底 Excel 的一个工作表能够放多少笔啊？应该算多少列的资料啦？OK 哈、哦，其实答案就是 Ctrl 向下就有了，哦，你千万不要像那个什么网络上我看过有人就按住不要放，一直在那边往下，然后呢按了一整天之后，发现我终于知道它总共是1048。